小心他们要上小学了。这就是天下春日部学院，这所学院是透过 AI 管理学生的。亲妹妹，好棒哦！老师要害我金尊一下吗？我们努力当上精英吧，然后大家在一起。风筝他变成傻瓜了！你们答对了，袭击风筝的犯人就在这所学院里。屁屁被咬了之后，哪有吸血鬼啊？别胡说了，这是在怀疑我吗？你看到了什么？看我展现又学一句磨练出来的推理能力。你稍微在这里有一些。我要跟你绝交。风筝的时候好像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，他把我们忘记了吗？青春是恋爱，青春是梦想，青春是友情，青春是悬疑推理。犯人该不会是耶？可别迷上我，哪怕是一瞬间也别错过。各位都是悬疑推理剧的目击者，我们几个是绝对不会放弃风筝的。小心电影中日文版全台上映。小心，对不起。